哇哦，大肥鸭冷静，我们还剩下一件事可以做，那就是看我怎么炸掉地球吧。我们必须站到，我们什么都没在怕，虽然我们三个不是什么神鬼战士，但是只要我们不分开就会都没事。好了，两只猪一只鸭拯救世界，乐意通大战外星人粉红末日，11月1日猪队友看片鸭。